皇上以前曾经换过本宫的闺名。浪花，一个很像皇后的名字。不知什么时候，皇上对本宫只以皇后相称。富察氏，满洲镶黄旗，察哈尔总管李荣宝之女。王爷越是喜欢她，我就越得拿出嫡夫君的气度。我得做得更好，比任何人都像一个正妻。皇后啊，你是朕的嫡妻，朕知道你并无坏心，可有些事情无需多此一举，惹得皇娘挑剔，别让六宫不宁。臣妾明白了。你是朕的皇后，你是中宫，你坐这个位子只能稳不能急。这一胎若不能保证母子平安，往后咱们富察氏本宫这一辈子还指望什么呢？都在为了富察氏。您再舍不得母女分，这不能许本宫，也得为富察氏上下打算。私心一回吗？这是我成婚的时候皇上赐给我的嫁妆，有些事情便转赠给两位妹妹，这也就睁一只眼。本宫赐给你的莲花手镯，闭一只眼。你怎么不戴了？只做不知，朕曾经要一做嫡夫君，所以你对他百般提防，也送了珍贵的花镯。福晋赏的镯子，妾身和清福晋每日都带着，防止他们有孕。即便是如意进了冷宫，臣妾从未真正拥有过一个完整的福晋，想尽办法置他于死地，更不曾完整的拥有过他的心。皇上待本宫也早不如从前了，但臣妾不能怨，不能恨。臣妾不敢以儿女之事屡次惊扰皇上，不能失了自己的身份。皇上一直努力，臣妾一个人在这陪你，做一个好妻子。现在清清静静，本宫好怕没有人再来打扰我。这一世夫妻只有表面上的亲，可若明日真的只剩下表面这一点点亲，无论谁今后只怕下场不会好过臣妾今日。皇上，你很久没有叫过臣妾的名字了，你还记得臣妾的名字吗？朕怎么会不记得？是郎宦府邸，女中光华的意思。